米拉山口，海拔接近5000米，这里有一起车祸，是四川牌照的，应该是这个路打滑发生的车祸。现在你看这个车子上面还是有这个防滑链的，还是绑了防滑链，但是还是发生了车祸，所以在这里一定要小心。你看现在这个车子基本上全部被这个雪覆盖了。看下面全在沟里，陷在雪里面了，只能等待这个雪化掉以后，等待这个救援。现在没办法，米拉山口我靠，摔了一跤。不光是车子要打滑，人也要打滑，尴尬了，尴尬了。全是雪，又有车子出问题了。哇，这个前面受损挺严重的。车头损失惨重。掉落。这起车祸严重了。这车子基本上报废了吧。前面又有一辆车出问题了吧，司机正在找原因。